再踩再抄。这么没用，没钱。你看，我全做好了，了不起啊你！失礼，我这么说不是想求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让任何人用板擦丢我。从今天开始，不会再让人叫到走廊去罚站，或者站在操场示众，还要抱着一块死人牌让人当猴子看，绝不。你慢慢抄啊。你看吧，我的意思我照你。等一下数学呢，你照。在这边啊，没问题。好吧。临时测验，不及格的罚站操场一个礼拜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去？就是啊，考历史，考个历史有什么了不起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哎呦，什么历史测验？你帮他搞定不就行了？不行啊，老总啊，历史我搞不定啊，那是我在行。你别挂断，男人婆，帮我把肩膀上有花的全都叫上来。替我问他，平定安史之乱，使唐朝转危为安的名将是 A 郭子仪 ，B Before Boy， 清不清楚啊？是李光弼。C 李克用，李克用啊，李克勤。喂 ，A 是郭子仪 ，B 是李光弼啊？哪两个平定安史之乱？你答。郭子仪跟朱温，不对啊，还是李光弼跟朱温啊？到底哪个拉屎？对，郭子仪还是朱温呢、啊？快回答我呀！哎呀，真的不会，还查书？不对不对，哎，有了有了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啊！哎，儿子，是朱温啊，朱温是什么人啊？哦，答案是 B 呀、啊，答案是 B 呀、啊、，B 呀、啊。香蕉，香蕉不能了 ，B。你再帮我问他。啊？哦，牛李党争是什么？回答，快回答，快回答我呀！又要查书啊啊！牛李党争你们也不会，念什么书啊？吃屎长大的。他们办什么大案子？不知道。哎呀，苹果 ，Apple， 不哎，张也行啊。下一题你听清楚了啊？是，哎，是 D 呀、啊，听见没有啊 ？D 呀 ，D 呀 ，D for dog。哦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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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B， 达叔，你在干什么？没事，没有，我在捡垃圾。女厕所堵住了，你去帮我通一通好吗？嗯，哦，快吧，跟我来啊！喂，怎么了？测验完了。长官，什么案子啊？三郎案。不是死了吗？方案呢？我真的好笨。怎么没想到呢？
两个赛马呀？坠马了。那你们两个是作弊喽？不是两个，是我一个人作弊。你逮捕我吧。跟我出来。哎，等等。